奥特曼们，开学你们就又升一年级了，我们现在好好预习功课，到那时候学习就轻松了。是的，小朋友们，我是赛文奥特曼，奥特之王说得很对，开学我们就又要升一年级了，我们现在好好的预习功课，开学的时候学习就不会很累了。哎呀，天天学天天学，什么时候是个头啊？贝利啊，你可不能这样啊，我们学习就要认认真真的，不然我们考不上好大学，长大了找不到好工作呀。奥特曼们正在认真的预习功课，大家给我认真的学习，我要回光之国开大会了。赛文奥特曼，你给我管好了他们啊。小朋友们，真不公平，奥特之王每次不是让佐菲就是让赛文奥特曼管理我们，也不让我贝利亚管管。贝利亚，你还是好好预习功课做题目吧，你上次考试只考了0分，你这样的学习成绩怎么能管理我们呢？是的是的，贝利亚你别说话了，我们赶紧做题目吧。8-6=2，哎呀没水了。6-2=4。奥特曼们和小怪兽们认真的做起了题目。嗨，小朋友们好，我是萨克斯鹅，我来找奥特曼们玩啦。我先给大家表演一段萨克斯吧。好。萨克斯鹅开心地吹奏着音乐，却不知道已经打扰了奥特曼们的学习。别说，这萨克斯鹅还真有两下子。哥斯拉娃，我们去和他玩吧。哎呀，那可不行，我们在上课呢，怎么能随便玩耍呢？是的，大家认真做题目，谁也不许乱玩。萨克斯鹅，我们在上课做题目呢，你还是等我们下课了再玩吧。啊，奥特曼们在上课呀，我可不能打扰他们。小朋友们，我们可不能随便打扰别人学习呀。再见。哎呀，小朋友们，萨克斯鹅又走了，我又没人玩了，我还是赶紧做题目吧，不然奥特之王来了又要批评我了。小朋友们再见。哇，泰罗和赛罗真是大懒熊啊，谁在这里说话打扰我们睡觉，快走开快走开。赛罗泰罗，今天绿巨人和少人要来我们这里做客，赶紧起来做好事的招待他们。哇，是的，小朋友们，今天有客人来，泰罗奥特曼快起来。嗨，小朋友们好，我是赛罗奥特曼，今天绿巨人和少人来我们这里做客，我们做了很多好事的招待他们。哇，奥特曼做了很多好吃的呀，有红烧鱼、烤鸭、西瓜、葡萄、草莓，还有各种水果。哇，咁就咁啦！赛罗奥特曼，快过来帮忙，锅里有只火鸡也快好了。好的，我这就去。贝利啊，你不许看电视了，我们都在忙活，就你自己喝着奶茶看电视，也不帮我们干活。啊，赛罗，话可不是这么说的，要不是我叫你们，你们两个还在睡大觉呢，怎么能说我们有帮你们呢？小朋友们，我又不会做饭，你们看看，让奥特曼干点活就这样。贝利亚，你不会做饭可以学习啊，也可以端菜呀，有很多活都可以干的。是的，小朋友们，我们千万不能学习贝利亚，家里来客人了也在这里看电视，什么活也不帮忙的干。哇，超人开着跑车带着绿巨人来了。嘿，哦，小朋友们好，我是绿巨人，我们今天来奥特曼这里做客，大老远就闻到香喷喷的味道了，原来是这么多好吃的，我要先吃一块西瓜。啊，这西瓜可真好吃呀，烧人快点下来。来了来了。小朋友们好，我是烧人，我和绿巨人今天来到奥特曼这里做客，我也给他们准备了小礼物。啊，什么烧人带来的礼物啊，我要去看一看。啊，烧人来就来吧，还带什么礼物呀，你肯定累了吧，喝杯奶茶吧，这礼物给我就可以啦。泰罗奥特曼，贝利亚可真会说话呀。不用管他，他就会耍小聪明而已。啊，不好意思贝利亚，这小礼物是给奥特曼们的，听说他们为了招待我们做了不少好事的，我和绿巨人特意为他们准备了礼物。啊，
是的，小朋友们，这礼物可不是给贝利亚的，他什么都不干，怎么会给他礼物呢？啊，不会吧！小朋友们，我们在家里一定要帮父母做力所能及的事情，不要天天看电视哟。小朋友们，再见。哎呀，好重啊！哎呀，好重啊，好重啊！哎呀，贝利亚应该快到了吧？可累死我们啦！啊，是的，是的，马上就到了，再坚持一下。小朋友们好，这是我们送给奥特曼师的哈密瓜。嗯，是的，小朋友们，上次奥特曼们送西瓜给我们吃，这次我们回报奥特曼送哈密瓜给他们吃。怎么，你们三个要把这好吃的哈密瓜送给奥特曼们吗？我们可是怪兽啊，你们怎么可以和奥特曼们一起玩耍呢？啊，奇美啦，我们现在是好的怪兽啦，不再破坏地球啦，所以我们送哈密瓜给奥特曼们吃。啊，那我奇美啦可不同意，听说你们上次和奥特曼一起打败了八彩星人他们，这次我要为八彩星人他们报仇，飞起来攻击。怪兽奇美拉的大尾巴好厉害，哥斯拉王贝利亚，你们要小心啊！哥斯拉王准备战斗，保卫哈密瓜。哦，贝利亚，快叫奥特曼来帮忙！哇，奥特之父带着 S 和泰罗奥特曼来了！哇！小朋友们好，我是奥特之父，我和 S 还有泰罗奥特曼来营救贝利亚和好的小怪兽了。怪兽奇美拉，不许你伤害贝利亚，他已经变好了，答应不再破坏地球了。是的，贝利亚，你不用害怕，有我们奥特曼在，我们会保护你的。哈哈，你们三个奥特曼仗着人多势众嘛，我怪兽奇美拉才不怕你们呢，有本事就来吧。好吧，那我们就对战吧。奇美拉被奥特曼们包围了， S 泰罗一起攻击怪兽奇美拉。好的。啊，小朋友们，奥特曼们好厉害呀，我又失败了。奥特曼打败了奇美拉，保护了小怪兽和哈密瓜。哈哈，小朋友们，谢谢奥特曼们保护了我们和哈密瓜。小朋友们再见。哇，赛罗奥特曼，这天气可真热呀，我都热得受不了了。是的，迪迦奥特曼，我们应该去找小泽，让他想想办法。迪迦、赛罗，你们也在这里呀，这天气可真热呀，我们三个被热得不行了，想开车出来兜兜风，可是外面更热呀。啊，是的，小朋友们好，我是绿巨人奥特曼们，我们该想想办法呀。哈哈，小朋友们好，我是贝利亚奥特曼们，平时可厉害啦，现在看他们能不能想出好办法，天气实在是太热了，我们都受不了啦。我们正商量着让小泽想办法呢。啊，好热呀，好热呀，小朋友们，天气实在是太热了，我上个小风扇都热。哇，你们都在呀，天气可真热呀。是的，小泽，天气太热了，我们热得受不了了，正要找你想办法呢。啊，小朋友们，要是有个游泳池可以洗澡，那就凉快了。魔法棒变，魔法棒变游泳池。哇，小泽真的变出了一个大游泳池。哇，小泽，这个游泳池可真大呀。啊，小朋友们，太感谢小泽了。啊，好，好，好！玩具们都坐在游泳池里，非常的凉快，也都非常的开心。啊，小朋友们，太感谢小泽了，可真凉快呀！是的，小朋友们，可真凉快呀！我们应该让其他奥特曼也来凉快凉快。哇，又来了六个奥特曼，他们坐在游泳池里面，看起来非常的开心。哇，小朋友们，这里可真凉快呀，真的是太感谢小泽了。小朋友们，我们在游泳池里洗澡的时候，千万不能离开爸爸妈妈哟，要注意安全哟。对，小朋友们，我们去游泳池洗澡的时候，一定不能离开爸爸妈妈哟，小朋友再见。
奥特法术变雪糕。哇！小泽今天和玩具们分享喝冰镇汽水。哇！小朋友们好，我是绿巨人，我们的肯定也很美味。绿巨人，这冰块也很美味，你尝尝。美味奥利给！小泽，小泽，快拿一个给我也尝尝。好的。哇，又酸又甜，真好吃呀！来一个吃，你也尝尝。哇，真凉爽呀！啊，真好吃呀，真的是好冰呀！小泽，你也赶紧尝尝嘛，炎热的夏天里吃上这冰块可真舒服呀！好的。小泽，你喝一口我们的冰镇饮料，肯定也很好喝。好的。哇，真凉爽呀！啊，小朋友们，要是再有几块雪糕吃，就更完美啦。哎，赛文奥特曼有奥特法术，我们可以让赛文奥特曼变雪糕呀。对，赛文奥特曼，你变几块雪糕给我们吃吧。好的，小泽，那我就用奥特法术变雪糕给大家吃。奥特法术变雪糕。哇，赛文奥特曼好厉害呀，他用奥特法术变出来了好几种颜色的雪糕，雪糕看起来都非常的美味。哇，小泽，这么多雪糕呀，快给我介绍介绍，我要看看我该吃哪一个。这个是香蕉口味的，这个是红豆口味的，这个是菠萝口味的，这个是柠檬口味的，这个是芝麻口味的，这个是绿豆口味的，我先尝尝吧。哇，咁就更啊！啊，小泽，快闪死我了！快给我们闪上，给我们闪上！